二月底川金二会，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。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会面结束，白宫说川普总统计划在将近二月底的时候举行第二次的美朝峰会。白宫说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地点将于晚些时候宣布。金正恩的左右手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18号上午会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，中午的时候赴白宫会见了川普。川普与金英哲会面之后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表示，两个人的会谈将近一个半小时，讨论了朝鲜去核以及将在二月底的时候举行的川金二会。川普期待见到金正恩，至于川金二会的地点之后才会宣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。